Hello， 两派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X 九少年团的肖战。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仿佛已经看到你们热切的眼神和期盼的目光了。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做的呢？我已经列好一堆清单啦，准备实施了。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，但是我觉得有目标总是好的嘛。2017年，祝大家能欣赏更多的美景，新年快乐了！